家好啊！一个非常之阴天，应该都会落雨，但系就凉浸浸嘅星期一早上，我哋又还原翻最原始嘅自然自愈周记，就系喺电单车上边揸住600RR，同大家做一次自然自愈周记嘅。咁，哦，好怀念啊！呢一个感觉，呢一种啱啱起身好眼瞓啦。未瞓醒啦，系大家都未瞓醒嘅，我发觉唔好意思啊，我费事逼啦，逼好似冇乜，系啦，系啦，好，我哋今日又同大家最原始嘅讲下古仔，倾下偈，我哋见到600RR都带住我哋一齐出，即系叫做一齐翻工，因为系啦，我冇其他车，喂，小巴司机你攞得好尽喎。我哋行咗去前面先，之后呢就再开始讲我哋个 topic。唉，我要 cut 翻去隔篱线添，大家又做我哋个 cut 线嘅 PK 啦。系嘅，就真系唔介意我吞前啲做 PK 啦。我相信会好好彩，我哋可以翻到去公司都唔会落雨嘅。但愿如此啦吓，同埋我用吸引力法则去吸 keep 到个车位翻嚟。骨位应该是说骨位，希望回到可以有骨位拍。我刚上个月已经中了4张牛肉干了。是啊，我本身在年头呢都中好好彩，叫一张牛肉干都没中，即是不是很多张，叫做相比上年的话。上年我总共好像中了12-15张牛肉干嘛。下半年是中了多过一半。是啦。但愿我今天可以叫做回到去有骨位，就不需要担心被人抄牌这个问题了。今天跟大家讲什么呢？今天跟大家讲鸡油。什么鸡油呢？一隻我都不知道原来有存在过，但是原来它存在重要都好像挺厉害的鸡油呢。如果大家有印象呢，我在我上一次揸 600RR 的时候呢，我跟大家预告过呢，其实我那一天呢是去换鸡油的。是啊，去了觀塘的那裡換雞。哎呀哎呀哎呀，不是喎，今天落雨會不會塞車嘅呢？過埋呢度先。是啦，咁就話說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 Repsol 呢一個牌子，可能大家睇個名唔係好認得，但係我相信一見到嗰隻花呢， Honda 嘅 Repsol 花呢，大家就會知道是哪一樣東西來的。即是 CBR600RR 有 Repsol 的花，之後 CB190 是不是，即上次我跟台灣布拉峰師兄一起出車，他的車都是 Repsol 花。還有可能大家以前看 MotoGP 都見過很多 Repsol 的類似這樣的花款那些。之後呢，我都挺肯定呢，其實很多人是不知道，哇，第一個洞嚇親了。我都幾肯定咧，其實好多人係唔知道原來 Repsol 呢間公司呢個牌子咧，佢除咗係出花之外咧，其實佢真實嘅角色，即係佢真實嘅定位咧，係一間煉油公司嚟嘅，即係喺外國係一間非常之勁嘅能源公司咧。再簡單啲講，就係原來 Repsol 係有出計油嘅。呢樣嘢我都係前排無啦，有個師兄佢無啦啦同我即係接觸我，就話：喂，我哋係 Repsol 公司嚟㗎，不如就有機會試下俾啲計油你試下啦。之後我覺得嚇 ，Repsol 有出計油嘅咩？我完全唔知喎。當時都行快少少先，後邊人催我啊。唔知支麥頂唔頂得順咧？同埋唔知道我呢個角度，大家望前面會唔會舒服呢？因為話說我尋日跌爛咗我 GoPro 嗰個架咧，所以咧我而家換咗個新嘅架上去。我唔知道我擺嘅時候係咪擺得太低咧，個角度有啲奇怪啊！但係繼續係啦 ，Repsol 係一間煉油公司嚟嘅。原來你可以想象得到嘅電單車任何會用嗰啲嘅液體消耗品或者保養品咧，佢差唔多都有做噶啦，例如碧力油啊，例如鬼油啊，例如洗車啊，唔同嘅地方啊 ，blah blah blah blah， 即係嗰啲係啦 ，credit card 嘅嘢咧，原來 Repsol 都有出噶。係啊，最厲害係咩呢？我問翻我身邊有啲朋友咧，佢哋都係有揸 Repsol
這個呢隻花的師兄咧，或者係佢哋聽過 rap 手的朋友都好啦，佢哋全部都不知道原來 rap 手是有出偈有嘅。即係包括我，即係甚至我覺得車房有啲人咧都唔知嚇，原來 rap 手有偈有啊，都係前排先知嘅係，係啊。咁佢哋就俾我試咗啦，咁我就帶咗小 monkey 去換啊 rap 手偈有咧，亦都帶咗600RR 去換 rap 手嘅偈有啦。有咩特別呢？原來 rap 手咧佢哋係有個偈有上面有定位之分嘅啦。事先聲明先啊，我唔係一個非常之熟偈有嘅人咧，所以我純粹用我一個有輕微嘅門外漢嘅感覺去分享偈友，我感覺就係，我知道引擎需要去有偈友嘅滋潤同埋支援先至可以行得順嘅，咁呢樣就係我唯一知嘅資訊咯。咁當然大家話嗰啲咩結身啲啊，冇咁結身嗰啲咧，我聽過，但係唔係非常之熟悉，所以唔好期望我可以講到非常之 pro 啊，因為我都係從一個普通每日都揸開車嘅人嘅心態出發去講嘅，其實我偈友上面有咩分別嘅。嗱，先講600RR先啦。Rap 手師兄佢，我稱呼佢做 Rap 手師兄啦。佢俾我換咗嗰隻咧，600RR 咧係 Racing 偈友嚟嘅。Racing 偈友咧，佢同我講咧，正正就係大家想象到 MotoGP 上邊咧 ，Rap 手同埋 Honda 之間佢哋叫做咁多年嘅合作咧，係啊，你大家會喺MotoGP 上面見到 Honda。用即係行緊嗰啲佢比賽嗰啲偈友咧，正正就係佢俾我嗰只偈友咯。之後我聽落，哇咁勁嘅聽落，即係我而家好似 MotoGP 咁噶咯喎，即係架車就接近 MotoGP 嘅性能噶咯喎。當然啦，我哋600R 唔係真係超級跑啊，我哋唔係用非常之勁嘅胎，非常之勁嘅所有嘢咁樣咧。但係性能上面揸落咧就非常之坦白之講啊。不是非常大分別，因為可能我不是超級長揸 600RR， 但是呢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呢，就是當我給小 monkey 去換了這隻 rap 手偈友之後呢，我去揸我發覺就好像我之前那樣說，有些叫做爽了的感覺的。什麼意思爽了呢？就是我是看性能的，就是呢我在東涌出去九龍的時候呢，小 monkey 還在生的時候，就是佢去到呢個舊嘅收費亭，即係而家叫做冇咗個收費站嘅位置咧，嗰度有條輕微上斜嘅斜路咧，佢有個快上嘅相機係行八十嘅，如果我冇記錯，80 km/h。轉去隔離先，我哋行慢先，係啦。而咧，通常小 monkey 咧喺換偈友之前咧，就算我扭盡咧喺最高波段四波咧扭到盡咧。我去到那個位置，即係臨上車行八十之後，佢已經快上嘅位置咧，我都行得快唔過八十嘅。我發覺最多係都係81.2咧，我都係絕對喺呢個法定車速咧，即係我扭盡佢都係咁樣咯，叫做。我換咗計友之後咧，我發覺咧佢個表現咧喺嗰段路咧有少少分別咧，就係、是、我只要扭盡咧去到嗰個位置咧，我去可以去到80中至90頭。是差啲超速的了，是有一兩次是逼咗我去到嗰個位置，小 monkey 是要放一放油，收一收油咧，先至唔俾人影快相咧。大家咁當然啦，有啲人就會話：我係咪你啱啱換完偈友之後，啱啱換完偈友嘅感覺嚟嘅咋？我覺得有呢個可能性嘅，但係我自己揸落嘅感覺就係、是，我唔知係咪因為小 monkey 佢本身嘅引擎比較細咧，所以佢啲。佢嘅表現上面少少嘅分別，我已經好 feel 到咧，所以係咯，原來係咁得意嘅。我哋即係 rap 手呢個牌子係有偈友出嘅咯，係啊，我估我可以喺係啦，俾大家睇下。我嗱，大家如果喺呢段片嘅開頭嘅時候咧，我剪一次咧，應該會見到咧，我同一班 MT07 嘅師兄出車咧，我係揸小 monkey 嘅，係啊。而他哋全部都是不留情的出車嚟，咁咩叫不留情咧？即係簡單啲講，佢哋喺高速公路出車嘅時候咧，大家都係唔係，大家都唔係超級等後面嗰班咧，全部都係去啊，直接扭盡咁去咧。我跟住佢哋出車有少少辛苦嘅當日，係啊，我揸 monkey 125啦，當然係。但係咧，我都隱約叫做跟得上少少嘅。點解先你要靠左？为什么先你要靠左？
你靠咗我都系过到嘅啫。其实，600RR 涉斜系另外一个感觉嚟嘅。哇！我习惯翻600RR 嘅坐姿啦，开始。即是叫做我可以叫做揸得叫做哦，原来600RR都挺舒服的，这下感觉我终于可以讲得翻出来了。不好意思啊，师兄，你俾我咳你啊，师兄系咪喺度啊？哦，点解我会唱歌嘅？果然是有些塞车，但我很庆幸的就是出太阳这个位置。行吧，红灯啊，老鉴啊，最老鉴是什么呢？条罅太窄了。如果我是小 monkey， 我就可以90度啦，再90度啦。但系而家我是600，我只可以做嘅咧就系、是，诶唔好意思，原来有人想涉车嘅。塞住条路，唔好意思啊，后边。吓，系啦，啱讲完嘅就系 rap 所有咯。是啊，挺有趣的，我也发觉这个完全一个新大陆来的。因为我觉得 Wrestle 原来它有背后这样的历史呢，是啊，是完全不知道。因为 Wrestle 这个花在香港我见了差不多成，我够胆讲有成5-10年以上的。即是我开头揀 600RR 的时候呢，我对 Wrestle 的橙色花是有兴趣的，但是很奈何的就是当时的代理是没有 Wrestle 花的 600RR 的咯，其实。所以見過咯，但係唔知咩嚟咯。而家就發覺，哦，原來佢有出呢只呢只有嘅，係咪佢有分嘅？好似我佢Raps 先佢俾600RR嗰架咧係叫做Racing 油啦。小 Monkey 換咧唔係換 Racing 油嘅，佢係換另外一隻叫做係日常代步啊或者普通渣咧，係專係設計 for Honda 引擎嘅咧嘅。嘅代步油，我唔記得叫咩名啦，我會拍一啲相俾大家睇嘅片啊，唔係相啊。瞓醒啦，我哋翻到公司啦，係啊，係時候打翻12分精神啦。我已經出緊汗啦，其實我個身出緊汗咧，唉，好懷念啊！我哋講下其他嘢啊。我啱啱前日咧喺度睇 YouTube 咧，我還原翻去我未買 Monkey 之前嗰種感覺咧，喺度留意一下啲車啊，睇下唔同嘅車款啊，喺度研究下 Honda 嘅有一架叫做 Hunter Cup 啊，即係佢係 Honda 嘅 Super Cup 啦 ，Monkey 125啦，同埋 MSX 125M 仔咧，同一副引擎，好似同一副引擎之下咧出咗一樣嘢叫 Hunter Cup 出嚟嘅，幾得意，但係。我覺得佢個轆有啲幼咯，本身我喺度即係大家都知道近排冇咗 Monkey 之後咧，我喺度物色緊有冇啲新嘅車款可以代步咧。我都有好多觀眾都問我會唔會考慮係放埋600RR再換一架代步車翻嚟咧，咁變相可以多啲考慮空間啊嘛。因為我無啦啦冇咗架 Monkey 咧，俾人食嗰只車咧，俾人食嗰只電單車咧，我係冇多餘嘅。資金去換啊！唔記得咗啲燈嘅 pattern 添。我咪太耐冇揸過嚟呢度咧，係咪咧？好耐冇揸車翻工咩？係喎，我好耐冇喺石蔭揸車翻工，我已經唔記得咗呢度啲燈嗰啲去向係點去。我係要轉右嘅，係啊，前面我要轉右嘅。哦，熱啊！但係係啦，我慣到嘅。600RR其實都幾好揸嘅，發覺。Turn right， 今集的自言自语周期比较简短，同埋就系叫做介绍咗少少嘅 rap 所有。其实我揸落就有少少，即系爽咗嘅引擎上边，但
因為始終我不是真的成日揸開很多種車款咧，我唯一成日揸嘅就係 Monkey， 我唯一可以講到嘅分別就是佢喺上車嘅時候相對是有力咗，同埋喺叫做係上次頭先咁講收費站嘅位置咧，係啊，語無倫次，有冇骨位咧？我的吸引力法則 work 唔 work 咧？啊哈哈，夠唔夠入咧？但係。點解有啲骨位會被人整到好似有泥咁樣呢？等我 check 下各位夠唔夠闊先。望落就好似夠嘅。啊，暗車啊！夠啦，係先嗰塊叫咩啊？車冚太脹啫，望落。等我拍車，錯曬，太耐冇揸啦，唔係好熟車位嗰啲距離感啊。咁 OK， 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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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以前咧揸開600揸到熟，即係叫揸到每日揸好純熟嘅時候咧。我可以一下就入到噶啦，即系啲位置攞得下，即系叫就得到咧。冇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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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 high，confirm 下先。哈哈，系有位嘅。呢一多，我呢一多，呢一多，呢一多。哦，汽油嘅气味啊！是大 CC 引擎才有这种感觉的，小 CC 引擎你应该 很难得，你是后面，即是跟着你后面的人才会闻到你有汽油味咯。好好好，那我先拿车先。我的脚啊，我的左脚啊，是啦，今日又同大家做一集最简短嘅自然主义周记啦。其实大家可以分享下嘛，对偈有咩认识呢？系我发觉咧，有时我都系从大家嘅留言喺度学习咧。但系系咯，多谢你家姐带我翻工，系啊，保佑我哋安全啊！咁都系骑士们做下善事啦，有时即系比较重要呢啲。今集就去到呢一度先啦，我哋有机会嘅就嚟紧再多啲试下，仲带600。同大家揸車周圍走去試下做下自然治癒周記咧，多謝咁多位收睇，如果中意可以訂閱 like 片，同埋最緊要都係 like 片多一句。我哋下集再見，拜拜。